哪方便一点？你说你要跟我一起玩，我不跟你一起玩，那我玩的时候我不得跟陪着你吗？对不对？全军出击。那你还在电视上玩？行吧，那你不看电视了？我不看啊。行吧，务必在我屁股上面玩。把他封了。谎言不会伤人，真相才是快刀。谢谢来的引路人的高。还有六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我没想到我们居然是打一个吸血鬼，我都没带魔抗。成功与失败的分别，我先打个蓝枪什么玩意儿呢？真的，这吸血鬼我都几百年没见过这英雄了。有人居然敢在这个上路玩吸血鬼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兄弟，我是真是没想到，啥也不说了。二弟写个一滴滴过来，你看看我一完以后你到底亏不亏？他自己掉血，而且我的 E 技能是16秒蓄力，他的那个 W 技能一下一回来，这干啥呀？这你在干嘛？我想知道知道你在干什么。没有加速，就第一个 E W 躲，第二个 E 闪现躲，那第三个 E 再 W 躲，我操，永动机呀、啊！为仆则忠，为主则忠，这便是道德。这波你回家不？这哪来个小光头？我头给你打烂，你俩干啥呢？钱我来。先把小光头杀了。现在。这不是私人恩怨，你只不过。一下一过来 ，A 抽再抽，哎我操！哎，我是小光头杀的呀！哎呦，哎呦，漂亮啊！双 buff 还没了，他居然写词好了，我没想到啊！没有 A 塔 ，A 的是人儿 ，A 不 A 塔也打不死，他有写词。那有血池那就没办法了，这不有血池吗？哎呦，你就是通往结局的。因为永远不会到分手的女士，谢谢小可爱。直接 A 扣A 接拉起平雷，这要干啥呀？打不了一手，平雷接口，这干啥呢？这啥意思？精准是唯一重要的标准，这不过是我的专长。他不想靠墙，那我就不放 E 呗，我主 Q 的呀。马上我们升6级了啊！这小子过来他还得死，人家一力过来，收一下大树，平 A 接拉起，接平 A， W 减速，收一下 A 接拉起，
又死一波。吸血鬼完事了呀，我下回一脚踢他半管儿。再打个爆破。好了，回家了。来个妇孺之斧，这把可不能狼啊、哦、我跟你们说。对面后期英雄有点太多了，这把狼的话肯定不好打，100%不好打。千万不能太狼，对吧？我们三件套，他一本小黄书，一个小破盾，加个血瓶。我就是钢铁侠，嗯，他就是谁呢？他就是鹰眼儿。哎呦，这蛤蟆怎么回事？鬼宿妖蛤，谢谢泪笑哥哥，还有50秒开奖啊，兄弟们，一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啊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哎，别拉起，行呗，还是非得吸我一口，行。一下一过了点烟，一个都。也滑不溜，闪现了。谢谢梦在何处，这个药来，怎么的？哎，这是长本事了，兄弟。哎，我问个问题啊，你看啊，明天这个赛德朋克他不是说发售吗，对吧？那要是盘的话，是不是明天就是进，就是也得是明天才出货，是吧？买盘的话，所以盘的话就会少到一点，那个一会儿出现，是不是晚到一点？我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啊，盘出来一周了，啊，这么个意思，明白了。因为得体的女士会采用许多手段，金钱总是万能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进化大道上的又一步。先播着看，然后我给你打电话吧。我好像错过了一点东西。啊，好的，啊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 哎呀，这你俩能给他跑了？今天绝对让他跑不了啊！绝对让他跑不了，虽然我的一闪没有太远，别人就会当你一钱不值。
好一闪，我不一闪我也碰不见他呀，对不对？我也碰不到他呀，我不一闪我能碰到他吗？我碰不着，对不对？我只能一闪，所以刚才是没毛病。是如此乏味，只有懦夫才会逃跑。一闪一就中了。什么叫一闪一呀？机会只会眷顾等待的人。干嘛呀？点数来，一抢一过来 ，A 出，平 A 接，拉起。我得给你们配点音了。给你们说说这连招，要不然没激情了，这直播间我他妈都要睡着了，都给我精神起来啊，太沉闷了。推塔，来一一过来 AJ 拉起大柱平 AA 接点烟 Q 死，大爆破拉起，我在那写词没用 Q 一下，拉起一下一回来实现。小光头不来，我操！我上高地啊。Q 一下，一过来 A 接拉起接 W 回血 ，Q 一下平 A 拉起，别急，吸不吸？一下交闪不交死 ，Q 一下，没有人 A 接拉起，这爆破怎么才打这么点血？小光头来也不好使，谁来也不好使，溜溜溜溜溜，先插个眼看是不是打红的啊，瞅眼没打呀，这红不我的了吗？谁的小眼儿？我探一下，我看看谁这么狂。啊，莫干辣，莫干辣有点幼，这不行，这杀不了。莫干辣应该是来中了，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啊。来一下一过来，算了，我一到就拉倒。我估计刚才我就杀蓝枪，可能都得死。你干哈呢莫干辣 AJ 拉起，先把莫干辣收掉，蓝枪是吧，别着急啊，在这等卡他一波试甲，一一过来 AJ Q A 爬着收他，这不踢上去够踹呀，回家了，买个贪欲九头蛇，再买个死亡之舞，哎不得，死亡之舞这把不太合适，来个影魔刀。刚才我跟你们说那个游戏的时候，你们嫂子问我是不是盗版的，哼，啥也不懂这女人，啊，啥也不懂，这现在还
杀个吸血鬼啊，一过来 A 扣平 A， A 接拉起，我上高地了啊，没有人管我，可上高地了啊，专家的标就是精确 E， 咱就别放了这波啊，一过来 A 接 Q 接大树，一脚一出一下把破扭一手拉起，这小光头明显不知道我的虚区到底是有多高啊，一过来 A 接拉起减员 A， 两个妖德尔人呀，把破扭反了，慌了啊，慌张了，慌张了一波，别着急啊，来打不了一刀，冲一下，一击过来 ，A 姐拉起走了，先收兵，拉起，一下一过来，装个杯，他有闪，让他闪，嗯，一过来 A 出行嘞 ，A 姐闪现拉起，人没拉起。你也走不了，扣一下平 A 走位一波 ，A 接拉起，扣一下，莫干拉呢？死了莫干拉，找一下蓝枪。我杀疯了。谁呀、啊？这下路小黄毛，一打破扭二连，推一下平 A， 走了不上了。小光头没有大啊，一过来 A 抽，先拉起小光头，抽一下死了，拉起没有蓝了。死亡之舞钱够不够啊？啊，刚才刚好不够。买个死亡之舞啊？不得，买一个马乌提乌马夫洛托波斯基的影魔刀。给个红，兄弟。这哈的看见没有，明白明白什么意思，这就是地位，打个蓝的呢，我现在应该能直接打大龙吧，算了，大龙我就不杀了，咱们先找一手对面的这个吸血鬼，算了，人家也挺不容易的，一脚踹死给他结束就完事了。也别折磨他了，一下一回来 A 扣霸住 A 接拉起先走，别着急，我这个小预判专注，
哎呀，我的花！刚才那个不是大虎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刚才我往那个方向移不？首先我分析了一下这个小光头的移动速度，我判断了他应该是走到我踢的位置的下面的一点点啊，但是我踢的那个位置，我移的那个位置